粉紫色、黑跟白，黑跟白非常的实用，不论是搭纱裙啊，或者是搭牛仔裤啊，或者是搭碎花裙啊，或者是搭衬衫啊，黑白都非常的好用。那除非你是单穿像妞儿一样喜欢穿个牛仔裤，简单的颜色，我觉得可以就是买我身上的颜色哦。中间胸前有一个这个小蝴蝶结，你可以自己把它绑起来。再来手袖，它很棒，它是做这种小小的袖子，所以有点轻靠在你的肩膀。最重要的，夏天要把副乳收好之外呢，我告诉你这件衣服的弹性大不大，它非常的大，它从 SML XL 绝对都可以轻松的驾驭，它的长度是刚好轻靠在肚子上，所以呢不会到让大家有这种露肚子的部分哦。再来呢，胸下这边它其实有微微的抓皱，有看到吗？微微的抓皱。再来有一个弧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身材比例可以再好一点点哦。白色呢，就是你们看到这样洁白无瑕，简简单单的。好，你也可以这样搭，简单中搭一点小小的小碎花。再来呢，如果到室外想脱掉，你的衣服依然有造型哦，非常的好看。我现在搭了纱裙，跟刚刚搭牛仔裤的感觉不一样喽。可是妞人呢，换上休闲鞋，因为我希望纱裙一样能够搭得比较休闲优雅一点点哦。然后再来，如果啦，你真心想要让它垂掉下来，它也是可以变成小一字领的，它可以做到这样的造型，也不会掉下来，不用担心它就是手会垂坠的地方。好，然后呢，正常穿好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卡在这个小落肩的地方，超级好看。